故事精华呢是有三种菇类所熬制出来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的有机农场所种植出来的，是在丹中十八。因为我自己是读生物学，关系到菇菌类我就很有兴趣了，所以就一直去研究，一直重复的失败哈，才能够调配而成一个精华素。我都是不停的在学习的，老师讲去上课研讨会啊 conference 啊，我都一定会去，主要的就是我要怎样做得更好。女性是可以独立的，要有自信心，你能够去做的尽量的去发挥。上淘宝搜 Holly Foods 店铺，支持大马雪州新村好品，你的美，你做主。